请收看《卫星世界阿弥陀经》。神秘性，大家熬早，再去继续过来讲讲风水真经净土的世界。啊，我所讲解这风水真经啊，这是经过实实在在去证明，啊，去印证，实地勘察，啊，所统计出来的结论，这是真实。嘛不是虚伪，啊，若是各位啊，咱有相信者，咱就较相信；若是各位有诶感觉疑问者，恁问我甲恁讲，或者讲咱啊有时间就加减了解；若是无信者，个人诶方便，因为即个法门咧，百万四十种法门咧。拢有伊个生存个基本个要素，啊，甲每个人拢有信用个即个啊主宰，任何人袂使去强夺他人个信用。所以咱即个时段，或者讲咱个易经心法先修班啊，四级个开课啊，有个人啊，哈，伊就无爱，伊无相信。产生一个诽谤的心，但是我嘛是笑笑啊，因为无开悟者，伊就讲风水是迷信。那么这因为伊还未开悟，咱就卖该计较。妙法所定的是每个人心内所存的，以后未来生、未来世的智慧。若是讲咱当下现在，人家讲啊风水是迷信者，那么各位啊，咱就错去啊。咱无开悟的人，无智慧的，才讲风水是迷信。啊，无论是伫天国，草原遐尼宽，嘛爱有风，嘛爱有水，爱有光。伫其他极乐世界。啊，是其他的佛净土面顶嘛爱有光，嘛爱有水，嘛爱有风。这三要素，无论你是天国、地府、娑婆世界的世间，拢是基本的要素，是咱每个人生命的要素。所以大家咧，咱爱了解啥做风，啥做水，风者。咱的生活，水者，咱的生活，光者，咱的生活。那么，请问这三项，啥人免爱风，免爱水，免爱光呢？所以今日本人弘扬这个风水，有三波世界，咱世间所必需要的，咱嘛会讲解到西方叫做世界，内底有八功德水，有大海。有地，地上有这个莲花，莲花咧有光，哈、啊！地上叫做世界，水波水影，哈、哦！这个风在吹，微微啊吹。那像咱是大海，咱台中公园，或者咱是一个潭，冷冷坐坐，冷冷的咱静静，咱坐伫水边啊，看迄风在头，迄水影，互咱心内顿悟着。人生是遐尼美妙，人生是遐尼宝贵，但是人生是为什么遐无智慧，心胸遐尼狭隘呢？这拢是一个妙法啊，嘛是风水。啊，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，
啊，伊是虔诚的其他的教徒。有一天，哈、啊，来到圣律师来，来参观咱圣律师的风景。啊，咱圣律师咧，哈、啊，那么确实咱的风景也袂歹。咱是十二月初一，新历十二月初一啊，咱就开始要山红山就圆满。六个月圆满，咱整理一段路开山啦，欢迎大家来遮哈、啊，来礼佛来拜佛哈、啊，咱呐 啊门开开迎接大众来进入佛祖的心中啊。那么这位这里哈、啊、先生啊，伊就讲老师啊，你呐干呐讲风水尔，其他拢袂晓，拢袂讲。我讲是咧，老师干咧要讲风水，其他妙法、佛法，我唔捌，我袂晓讲。啊，因为我印证着风水对大众的健康、对大众的生活、哈、啊、对大众的事业非常重要。若是你呐，风甲水你无调好者，任你念什么经、念什么佛、拜什么道，你就袂心安。那么这位先生啊，伊讲既然你若安尼讲的是，无我厝，你甲看嘛啦咧。哦，我好啊，无你安尼来，好、哦，你甲图画我看咧。好、哦，那么伊咧，所以就画一张图给我看咧，是这型哈、哦。啊，伊就最高啊，头就叫最高，安尼啦哦。那阿姨咧，阿就是门去开伫这边，啊，阿这个好平，好水，甲好门，好门来，哈、啊，那么伊问我老师，我这间厝好啊歹？我讲你这间厝是真好，会赚钱哦，你赚真侪钱，嘿啊，我赚真侪钱，我但是你啊辛苦康康。我嘿啊，唔知啥原因，我讲你的歹习惯要改掉，哈、哦，吃喝嫖赌瘾呐，习惯要改掉，因为你好水来开好门啊，一旦开好水来开好门咧，你会赚钱，但是记袂掉，啊，钱开多去，对土匪开掉去啊，哈、哦，吃喝嫖赌瘾开掉去啊，所以你钱你无留落。所以你什么去礼拜去做礼拜，啥来去教人修行，你心拢未安，惊惊吓吓。阿毛这位先生啊，马上喊个，哈、啊，老师啊，谢谢风水那遮厉害哈、啊，我过去吼、哦、认为讲风水是迷信，今日你讲了我相信咯、哦，我钱赚真济，但是风看你出飘多远呢？我你莫莫乱啦，你心无定，人老子假。出头就一大堆，哦、所以咱心无定，你心无定啦，你看你偌敖趁钱，偌敖做事，心一定未安啦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心信教。各位师兄、兄弟师，啊，咱这位信徒咧，我老师教呢，无我门爱开多位呢，哈、哦，哎、啊，讲我较早开两门。人讲我开两门，结果两门我钱嘛无赚，赚无钱啊，未顺心，唔知啥啦。啊，这就是开两门，好了嘛，伊较早咧就开遮开两门。你好水来的两门咧，水深怎啊过啊？你所以收未着。虽然开两门顺顺啊，但是你做生意你未赚钱，我你必须要开两门。好水来就开两门去，怎啊收未着啊？好了，来你自然去就是一条啊，好、哦，所以你爱不得开中门，啊，你要脱掉啊。阿无，这位信徒先生，啊，老师啊，有人甲我开中门，无得开好门，到底是怎样才对呢？我讲你今日既然你亲耳所听到如是我闻啊，你亲耳听到。你爱开中门，那么我这边咱风水真经哈，咱好看咧。我咧老早有开始，外门位置在何方啊？
外门为地在乎，处事诗书真妙法，时代的先生啊，也真妙法。凉水来调啦，开凉门；白虎来时啊，中门立。外门千金啊，处四两；四两千金半世发。好、哦，今日呢，奉完天机老啦，有福有德必可求啊！我甲讲，我听话。哈、啊，老师啊，我若会无这经，我毋捌看啊。我真简单，数数几字，好水来，中门入，徛中门，你钱赚会条，记会条，小人则袂来。我你过去开中门，生意你做袂好势，开好门，好水来，煞煞叫咧，结果咱袂晓收，因为咱人啦，伫世间上大的考验的物件是啥？财甲名，财甲名，财会予咱头壳起戆去。财若爱晓好啊运用，会晓做回馈社会大众的事啊，咱有钱啊，吼，咱自然咱徛在不败之地。咱台湾的经营之神啊，王永庆先生，伊所谈的就谈的是回馈社会，真够回馈啊。咱有个人啊，钱赚着挥挥乱来，吼、哦、作恶作毒，开始借着钱的因缘，吼、哦、用钱要使鬼来下酒无，用着钱呢要来伤害他人，这拢是真正无道德、无良心的做法，佮无智慧，尾啊一定败落，吐吐吐！一旦败落时啊，咱以后生生世世做牛做马，一定爱来拖来行啊！那唔通讲，我钱赚着，当时赚着好，一暝出去几十万、几百万，啊钱结果咧，拢毁累了时啊，哈，即个哀哀杂杂，怨天怨地怨政府，这种是非常无道德的人，哈，即非常无智慧的人，真的真济，相信各位看足济过啊。所以咱门啊，咱开门的方法。咱就好水来开中门，凉水来开中门，袂当紧，嘛会使开用开中门。这是一足简单、足简单的方法。无论你是工厂、徛家、庙宇、道场嘛，共款。咱庙咧，你若讲啊开好门的时啊，咱是要经营这间庙咧，哈、啊，宾其主，罗其主啊，哈、啊，宾主不分啊。哈，主甲客嘛不分，正经咱就信徒先生，哈，伊原来甲你起一间道场，哈，出家众去修行。啊，有一天呢，啊，伊就千里迢迢对南部起来，啊起来咧，伊讲老师啊，我起一间道场，唔知啦，这间道场建来就要大，来这修行啊，就起冤家，哈，冤家偌济啊！好，我感觉真为难。我对出家修行人啊，真正无信心。我讲你错去啊！出家修行人，伊熬精进，熬烧麦，也是熬斗争的，是少少的人。人拢有习性，啊，因的因果咧，因伫道场去了这个因果。但是咧，咱对大众出家修行人，你袂用起一个诽谤的心。啊，都这这。道法，哈，还是宗教呢？这拢是大公无私一个法门，会发生的争执是一部分人伊个人的问题，唔是整个宗教的问题。所以咱社会常常当着宗教的一寡无，干嘛啊？无啊，真爱听的代志啊，发生的事，恁就把所有的宗教去把一切抹黑下去。错去啊！恁还因果啊！所以这位先生啊，来我问我一下，安尼我恁门都开好门都唔丢去啊！恁开好门，而且呢，而且你最起码对好门来啊！你庙开安尼真有钱，道场呢寺庙那足有钱，修行的人上大的考验，嘛是为了钱互相的斗争，为了钱呢互相的伤害。为了钱呢，哈，也是在不动资产呢，会互相会来相诽谤，啊，互相相陷害。
啊，所以我讲你这间庙咧，你道场你安唔对，你爱开中门来，开中门来咧，吼，你就出去换衫，佫真水，水神来佫水，啊，开正门咧，吼，就得堂堂正正的人啊。当然咧，伊就照我讲的意思啦，吼，好门遐封起来就去开，这里好多啊正门咯。开了迄时啊，哈，他的心内感觉足欢喜心的啊，所以凉水来，你就开凉门，迄只开凉门；好水来，好平的水来咧，你就开凉门。但水无去开好门，咱也慢慢开凉门。无论凉好，你开了时啊，未安宁袂当紧的，心未安，心未安者。哪有法度创造一个净土呢？哪有法度创造心灵的净土，嘛有法度创造社会共同的极乐净土啊！各位是方是利息啊！净土的世界建立在咱的心、咱的家庭、咱的社会、咱的公司、咱的工厂，啊，甲咱整个咱的思想、设定内底，拢是会当创造这样的极乐的净土。希望大家呢，借我引来建立一个极乐的净土。各位是方是地师，俗语咧讲啊，江湖一点诀，讲破无值三个钱。这句话是千真万确。咱这位信徒先生啊，伊对台中起来时，我发现满面的油渍，满面的油污啦，污渍的形。我这位先生，请问你对倒来？阿弥陀佛。因为我伫台中，起来来。我有贵处啊，因为我唔知安怎，我心头真那真一个，叫做石头地条咧，讲袂出来。我较早我是无相信风水，甲无相信地理的代志。但是咧，前三个月前啊，阮厝前人拆一个电话条啊。原来我是真顺势，唔知什么原因呢？电力条拆了以后呢，我家己个心肝头一个物件就跌掉了呀。我问你，请问，请问你呢？你图为我画，那么伊简单一个草图为我画呢，就是这个形。因为就是讲原来呢，伊个厝原来对雨水来。一直开中门，规个原来开中门，开中门咧，伊就掉啊，掉啊咧，伊感觉真正损失。结果前伊个三个月前啊，然后开，然后对面踩一个电条咧，就安尼电条来咧，所以发生着目睭直直酸，直直疼，规家伙目睭直酸啦，一去十天。点药啊，点无效，心肝苦啦，艰苦，生的时阵啊，流鼻血。我讲你这吼，门出去，都电了一条，我大机电了一条，流鼻血，流鼻血啊，目睭会歹，若无流鼻血，目睭嘛歹，心脏哪像着郁掉的，会血光，人会向向怎戆呢？戆戆神神，莫名其妙，咱咧开车。开开啊，骑车骑起来，向我劈着，无思想，无控制，卡着，无法度控制，所以车祸都到位啊啦。这位先生啊，听着安讲，足欢喜的，目屎安尼流。我因为我有救啊，今日我有倒酒了，我安尼去讲呢。是啊，我为了这个问题，我困扰偌久来，两三个月来，我是有够艰苦的。孙啊，目。就咧开始直直动，鼻腔血上江流，囡仔出去咧，我都要徛起来咧，车祸就走去田底弄咪田底落，喂就去弄电了条，家己咧，伊家己咱这信徒心肝咧，直直个郁闷，一直要扫袂出来，胸腔啊白掉咧啊，在要安尼才好，我就去个电条，所以奉劝咱要共拆电了条啊，电力公司。
电信局的各位工程者，恁要做功德，咱要共拆电条呢，莫不管他人的死活。我想我欢喜拆方便多，结果恁损着德，结果恁拆电条以后呢，恁这个福啊，恁嘛背掉去啊。恁若是予人随时一个小小的方便呢，恁就创造一恁恁的幸福嘛。好，恁就自然做真大个功德啊。那唔爱做呢？所以咱就信徒真无欢喜讲，我当时这个拜托唔肯就唔肯，那袂家己去申请。无想到拆了以后呢，正严重啊！所以咱在这里有做工程人员，恁嘛要做功德啊。前后差无几公尺、两公尺、三公尺嘞，恁会当挑啊菜伫嘞，那一间厝嘞中央的时啊，恁功德真大嘛。恁为什么买做这功德，勉强他人来迁就你？啊，结果互人袂平安，社会的损失，国家的损失，而且嘞，恁也嘛是损失，恁将恁福分。功德拢无去啊，未好啊！好，既然我都改了，我才阿建议这位信徒先生啊，好，我讲话无你的，门啊开两边，再砸掉开两边来，好，两边来。那么咱面对这个位咧，咱甲你挂一个镜，内面咧，挂一块像这个镜，哈，咱外面挂一个镜咧。哈，无论你倒去行拢会使，咱家己去买鸡肉买嘛会使，哈，都有啊。啊，内底个搭只红纸，红红圆个红纸，哈，咱是七十五个时啊，哈，咱中昼时七十五，咱啊日头光照日头光，一直照照到这光呢，都照着这个电火条个时，你冻只一分钟了，你才提出来安去，安尼呢，你家来会过真平安。阿门哥换过，安尼就好啊！所以这信徒先生啊，好，我才提醒，等下又改，你甲你提这镜去装咧咧，感觉就较平安咯。一平安咧，一心就快乐啊，欢喜啊。咱一个人心啊未平安啊，家来未平安啊，任你念偌济佛，持偌济经，持偌济咒都无效。因为咱念经念佛都是有要有这功德啊，结果咱心烦呢，咱就开始做口业、做恶业，做一寡有诶无，咱就骂人、大汉、细汉的骂，你那是有形的，无可能的代志嘛。好，你讲啊，我念阿弥陀佛，要结成就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。无可能的代志，你当下你就口业一大堆啊嘛，你当下你所徛的，你罪恶咱就一大堆啊嘛，你哪有可能对西方叫做世界去呢？阿弥陀佛的世界是叫咱讲爱好啊行善德，阿么行善德，咱徛个环境都未平安，大细汉的你艰苦济寡，你哪有可能去修行？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！所以我来弘扬这风水的妙法，就是要希望各位，咱自世伫世间，咱大平安，大平安以后呢，咱一个罪过，咱都未犯着，未犯着。你要成佛、成道咧、成就咧，要西方叫做世界的净土，你要去就真简单啊嘛。那无咱罪恶万贯呢，你欠人钱一大堆嘛好，也是讲你讲骗的影响到人，一直会未平安的时啊。那么咱哪有可能也是成佛成就？咱心灵的极乐净土哪有可能呢？所以咱无可能有极乐净土。那么咱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咱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。